3月16日，喺广东省第二中医院，十名内地援港医疗队队员整装待发，准备驰援香港，同香港医护人员一齐全力以赴，齐心抗疫。张医生是内地援港医疗队的一员，出发之前先生为他送上鲜花，并且再次叮嘱特别的是注意安全，保重身体，对吧？早日凯旋，在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参与进去参与抗疫是我非常荣幸的。今次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派出的十名队员当中，有八个人曾经支援2020年武汉抗疫工作，有着丰富的抗疫经验。这个武汉都有经验了，其实在哪里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专业嘛。希望大家能圆满的完成任务，安全的回来。根据我们中央政府和我们省里边的要求，要求每位队员做好自己的防护的同时，履行我们的职责，圆满完成援港的任务。勇敢的向前走，明明的那道光，中央援港红心抗疫。